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嗯。你们要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我们随时要做出牺牲。是。好，现在是上午9:47，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出发。嗯。妈妈。你跑不了的。别别慌。女儿，你看在妈妈十月怀胎把你生下来的份上，你放过我吧。不可以，做人要心狠手辣才能成功的。抓他出去。哎，别慌，别慌，飞机。哎，别慌。走，女儿，不要啊，女儿。哎，救命啊！哎。哎，师傅，你在煮什么呢？妈妈，放心吧，不会很痛的。飞一，要绝对相信我们，放松自己。飞一，我们都是为你好，你要忍耐啊！不要啊，不要啊！我求求你们，妈妈，吓死我了！这个呼啦圈，早午晚三次，每次100下，一个星期，你可以减5磅。这里哑铃一对，早午晚三次，每次举50下，一个星期可以减7磅。这包减肥药饱肚子吃的，每4个钟头吃一次，每个星期可以减3磅。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哦，开饭喽！哎，吃饭，吃饭。你的，谢谢。他的，谢谢。这是我的，谢谢。喂，你们要我减肥，连饭也不给我吃啊？起码煎2条小红肠给我吃嘛。妈妈，节食呢是减肥的第一步吗？喝水啊，来，喝水会饱的。错。飞一，你的食物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各位观众。哇，牛排啊。不错，就是牛排。田卫吉，你搅和啊。错。减肥不一定要不吃东西的。只要改变烹调用的调味品，同样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哇，田师傅好棒啊，你说那么多话最中听的就是这句，我吃东西了啊，哈哈。可以，你每天的食谱我会为你准备好，你只管吃吧。谢谢。谢谢。魔兄，师兄啊，你最死相了，你起来不教训人家。那等一下有没有我的份啊？当然没有了，我等你以来就可以走了。我们去看电影还是吃饭？买机票去法国拜师傅，你就知道玩。怎么了？你怎么了？我肚子痛啊！喂！哎呀！道具都差不多了，哎，差一点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这次万事俱备，田卫吉，我看你跑不跑得出我的手掌心。咦，电视也不关，跑到哪儿去了？爽爽，他不在啊，茶几上哪来那么多东西啊？你看看，话梅啊，辣酱啊，那都害喜呀、害喜，害喜啊！真的假的？一说就中，我不学厨，学看相了。未婚怀孕并不是毫无出路。我们了解你的需要，随时愿意照顾你和你的孩子。母亲的抉择，谅解关怀未婚妈妈。好邪门啊，师傅！快关掉，快去关掉！哦。爽爽，师叔，你怎么了？爽爽，师叔，你信我，爽爽，你在里面干什么呀？爽爽，爽爽，师叔，爽，喂，哎呀，你是怎么了？我没力气，手怎么这么凉啊？全身没力气。好，我抱你下去啊。哎，你怎么躲在厕所里吃冰棒？吃完冰棒把棒子扔掉吗？你还拿来晃来晃去干嘛？师傅，这就不是冰棒的棒子，其实这根就是，验孕棒。验孕棒。事到如今，我用不着再瞒你们了。我不跟你去法国，不是因为我害怕坐飞机危险，而是我怕，
小吉坐飞机有危险。小吉，师傅，恭喜你啊！实在太过分了。怎么太过分呢？我现在简直像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似的，你叫我下半辈子怎么过？怎么怎么过？大不了结婚好了。结婚？结婚？喂，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才反悔啊！车你已经开了，连轮胎你给磨平了，现在要求退钱呐？能像你跟晶晶那样演场戏就可以解决了，好了，我也想啊。其实你用不着这么悲观。结婚你又没有结过，怎么知道结婚不好啊？还有啊，结了婚之后啊，最起码不用孤零零一个人呢，开心啊和不开心都有人跟你分享哦。哇，你说这种感觉是多么的完美啊！干什么？你没酒喝？你这杯是啤酒，我以为你喝的是迷魂酒呢，那么陶醉。哼，你管我？嗨，嗨，伯哥，我们可以走了吧？嚯！回家也约好一块走，果然是演戏演全套啊！那当然啊，我们演戏要一定要演出啊，要像真的一样哦。像真的一样就结婚呢、啊？结婚吧！你说什么？你别瞎说啊！像你说的，不用再孤孤零零的，有什么开心不开心都有个人分享吗？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我怕你了，我走了，走了，结婚了啊，走了。怎么？拜拜。两个人一块走。神经病！人家双双对对。我形单影只。我想啊，我们两个靠近一点比较好啊。好，好，对对对，好一点。好，好一点，是自然很多。嗯。不过不可能这么巧会碰到我姑姑的，要是能碰到，六合彩也会中的。这倒是啊，说不定还有头奖呢，我们哪有这么幸运呢、啊、我也这么想。怎么了？头奖啊，姑姑、原来不是。怎么这么像啊？是啊，那我们不如我们继续这样吧，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像刚才那个样中一次头奖嘛，对不对？那也对啊，保险一点好啊。对，保险一点好一点。走了，走。电影很好看啊、哦、好看好看。爸爸妈妈姑姑，我们回来了。看样子是暴风雨的前戏了。放心吧，我们做好了防风措施，放心。怎么你们好像被人家点了穴似的啊？我们不是被人点了穴，而是让人给骗了。我们在图书馆里找了三个钟头，终于让我找到这一本一年前的杂志，我看你们怎么办。晶晶啊，你到底搞什么鬼啊？阿奇怎么又变成乔波高了？就是嘛，你们不是一年前已经结了婚了吗？他为什么是什么影视界的钻石王老吴？他就乔波高。事到如今，不如我跟他们说清楚吧。其实呢，住嘴！事到如今，看来要由我这个辈分最高的叔公来说明了。你可别告诉我，张阿奇就是乔波高啊？错，应该是乔波高就是张阿奇，因为。我们做厨师的其实也跟艺人一样的，也很重视形象和包装的。厨师除了要煮好食物之外呢，还要靠形象和包装来留住客人的，客人才开心。不过也很容易变心，所以有名气的厨师呢，就算已经结了婚了，也不得不继续搞地下情，继续单身的。对对对对对对，冒充单身，不用连名字也改啊？要改名呢，是因为八字的问题。313616414，阿奇的命格属火。可是张阿奇这三个字呢是属水的，所谓水火不相容，因此我马上给他改了个艺名叫乔波高。果然木匠生火，火是越烧越旺，所以波高改了名之后呢，黄石玫瑰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哈哈，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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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y good。 真的假的？哎呀，
别不相信啊，名字好不好影响命运的。嗯，是啊。你们别开心得太早。干什么呀？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我在你们房间里翻出来的所谓夏威夷蜜月露营的。这是什么呀？啊，其实呢？其实呢，这盒录影带呢只是道具，根本就没有夏威夷蜜月录影带。闪电，闪电，闪电传真机呀、啊！好久没看了。那个什么夏威夷录影带，什么蜜月录影带放在皇室玫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乱了。啊，苏公说是就是了，是一定是啊，是。好，我就给你们一天的时间，看你们怎么把录影带变出来。夏威夷，这里就是夏威夷啊！好美啊！哎呀，好美啊！哎呀，好美啊！哎呀，啊，晶晶啊！啊。夏威夷真是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啊！嗯，咔，咔咔咔，咔啦，咔啦！这是啊，导演。什么？就是啊，大家特地来这里拍摄，你是怎么了？认真一点好不好？为我照你的吩咐做了，我多投入啊，纸来纸吹的。哎，田师傅，那你自己看看吧。看什么？看到没有？你们是演情侣旅客，怎么跟杀人复仇人似的？是他捏我，你看清楚了。哎呀，那你们两个不用演了，扣十扣十。还有你啊，还有你啊，又怎么了，导演？你出来，夏威夷，美丽的夏威夷啊，这就行了。说夸张一点更好嘛，太夸张就变成假的了，明白吗？啊，扣十。对了，师傅，又扣。怎么说话的时候，什么山明水秀，人杰地灵，老是板着脸孔说话呀？我说话一向就这样。你来了夏威夷很开心吗？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才对吗？哎呀，不要再说他了，我们继续拍吧。来来来来来，夏威夷，哎呀，哎呀，咔！夏威夷好，夏威夷美，夏威夷妙。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咔！啊，夏威夷太美了啊！不，不好意思。夏威夷真是太美，再来一个行不行？行，你喝什么都行。喂，子华，哎，干嘛？哦，好了没有？好了。那这盒是剪出来的 NG 片。哦，小心啊。知道。哎，这盒呢是剪好了的精华片段，剪出来的 NG 片，剪辑好了？剪辑好的。嗯哼，看 NG。嗯哼，剪辑精华。精华，行了。对了，搞了一个晚上，我困死了。哦，早点睡。嗯嗯。子华啊，行不行？行行行。哎哎，摁鸡蛋，精华蛋，摁鸡蛋。哇哇，干嘛叫的这么大声呢？害怕呀。害怕怕怕怕。这什么啊？是海底泥，没见过，大惊小怪。哇，不知道我这个油性皮肤能不能用海底泥呢？变性都能用啊，那只要每天晚上呢敷一次，每次十分钟，保证你粗皮变成细皮。哎，细皮能不能变钞票？牛腿不对马嘴呀你！那你别打岔啊，地上是什么袋子？什么袋子？哇，太精彩了！你慢慢欣赏，真的很有导演手法。导演？不是不是不是，我说拍的那个人简直比导演还棒啊！哦，比哪个导演还棒啊？我也搞不清楚。喽喽 ，C C， 咕嘟咕嘟啊，拜拜。小子鬼鬼祟祟的，夏威夷真是山。再来一个吧。夏威夷真是山。再来一个吧。我这次终于人赃并获，捉奸在床。参见师父，徒儿已经把录影带交到女魔头的手上，终于逃过大难了。平分，谢师父。看来这次我们可以顺利过关了吧？喂，
你不是有两盒录影带吗？对啊，一盒是剪出来的 NG 带，另外一盒是汇集各位演员精华所在的好带。啊，好带呢，你已经拿给姑姑看了，那么 NG 带在哪里呢？这，糟了，还在楼下。哎呀，你徒弟啊？哎呀。哎呀，夏威夷，这是山明水秀，地叠人灵啊！你开不开心啊？我好开心、啊，我们好开心啊！俊俊啊，你看你那个时候胖好多啊！阿奇也够黑的啦，是吗？哦哦，是的，是的。我觉得他们没什么变呢、啊。是吗？哦哦，是吧？啊，是也好，不是也好。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他们真的有夫妻相了。哇，你也觉得？喂，我也觉得。你们有啊？是吗？哦哦，是的，是的，是的。嚯，静静啊，吃葡萄也剥皮啊，你嘴巴真刁。你不知道的，姑姑啊，阿奇吃葡萄啊不喜欢吃皮的，如果我不帮他剥皮的话，他就不肯吃了。啊，想不到你演戏呢也演得很投入啊。你姑姑呢是出了名善于察言观色，聪明可爱的。你用赤柱海滩冒充夏威夷，我会相信吗？哎，你是女孩子，什么不好办？办人家老婆这种事你也做？姑姑啊，我求你千万别告诉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逼我回加拿大呢。现在不是姑姑帮不帮你的问题呀、啊，而是究竟那个阿奇啊，也就是乔伯高，跟你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喽。那你想不想有进一步的关系呢？姑姑，你不要瞎说啊。姑姑不是瞎说呀，你先告诉我。哇，我数三下你都不说是真的那个啦。事到如今呢，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啊？就是来一招戏假情真，跟着假戏真做，到时候他就跑不出你的手掌心呢。姑姑啊，我求神拜佛，你千万别乱来啊！我只想瞒着爸爸妈妈，瞒到他们回加拿大就算了。你真的不玩？真真正正不玩？真真正正的不玩？如果你不玩的话呢，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来玩吧。早，喂，晶晶，恭喜你，恭喜你啊！恭喜。喂，晶晶，哎，好，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我！哎，当然了，那么开心的事当然恭喜你了，对不对？到底恭喜我！好好。晶晶，晶晶，干嘛？你到底搞什么鬼呀、啊？我问你们搞什么鬼才对啊，个个都像中了邪似的，恭喜我干什么？哎呀，你跟博高只是演戏，不用认真的要发帖子请吃喜酒啊！啊，哎呀，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你自己看，婚礼呀、啊，在下个星期天呢、啊。哼，下个星期天，乔博高、夏晶晶。姑姑啊，别拉着我！小静，你放手好不好？听我说，师傅，你想想，那个三八摆明是耍你们，明明已经穿帮了，还要把事情弄大，存心给我们难堪。我找人扁他，我找人扁他，好不好？哎，小静，你冷静点好不好啊？哎呀，女人本来就难以捉摸的，变态女人你更加捉摸不透了。屌丝啊！师傅，都是我不好，我没有用，都怪我想出那个馊主意。师傅，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现在我们被人摆了一道，快点想办法如何善后吧。太好了，要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这好不好？哎，不行不行不行！要是我爸妈知道的话，他一定会逼我回加拿大的，千万不能说。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真的要我跟你爹分呐？喂，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是啊，爹，你的看法呢？啊，这种事别问我嘛。喂，这个时候你们别玩了好不好啊？啊，不是，师傅，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们骑虎难下了，干脆继续下去吧。对对对对对。哎呀，说了等于没说。不是啊，你想想，一个硬币有两面，我们就从这面看。啊，大家去吃喜酒，新郎新娘敬酒了，对对 对, 对，又开心又热闹。另外一面呢，大家就当多几个人一块吃饭，多做一些门面功夫，没问题啊。对，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可是我总觉得有点问题、啊。哎，你有什么问题啊？静静，你怎么样？哎，就是没问题 啊。那女方没问题、啊，男方别扭扭捏捏的。哎，还好搞定。哎，喂，别乱来啊！小心。
这一群是什么人呢？哎，是隔壁那家学校的女学生，好像没见过男生似的，简直快疯了。你看他们把食物都给包围了。对了，他们还说要搞那个什么除迷会，神经病。别乱来啊，干什么？别快来。喂，你们检点一点，检点一点，检点一点。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他是你老公啊。正是。哎，大家不用失望，你看看我长得也不赖呀。喂，我还有腹肌呢。我人都走了。我把门带上。哎呀，掉下去了。哇呀，就是爸妈，怎么桌上这么多金器首饰啊？哎呀，亲戚朋友们太客气了，一定的帖子呢马上就送礼物过来了。还说那天要早点来帮忙呢。啊，不要紧吗？这么快就收礼了？哎呀，迟早的事嘛，难道人送来我们把人赶走啊？可是呢，哎呀，可是什么呀，你们结婚没请吃喜酒，亲戚朋友们都不知道你们结婚了。那这次请20桌酒席就当爸爸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了。你们不用介意的，年轻人呢懂得节约是对的，我们两个老人家的钱呢又带不进棺材，总之喜宴搞得风光热闹就行了。爸爸妈妈，其实我……哎呀，其实这条项链呢是表姨夫送的。带你妈咪，其实呢……哎呀，其实呢，我说大舅舅送的金珠更漂亮。爸爸妈妈，其实我……哎呀，其实啊，我说老婆啊，你要记得打电话给英国的七姨夫。带你妈咪，其实呢……哎呀，我忘记告诉你们了，那四川的六伯公打电话来呢，他说要办手续来香港吃喜酒。啊，六伯公要来呀？是啊。哎呀，那要记得请7、8、9、10叔公来呀。我的妈呀，找到了。哎呀，找到了。哎呀，我特地叫你姑姑把照相机找出来给我拍照，这张照片我想拍想疯了。来，什么事啊？哎，准备好了没有？哎，1、2、3。姑姑，你给我进来。哎呀，你干什么呀？我问你干什么？哇，你说不玩我就自己玩了。玩？你发帖子请吃喜酒叫玩吗？你明知道我跟博高是演戏啊。茶包放在水杯里面呢会越泡越浓，我不相信一男一女相处久了不会发生感情。那姑姑现在打一张好牌给你上啊，12张下地呀，能不能胡牌就看你自己了。怕的是糊不了还要放冲给三家。那你不相信姑姑咯？我不是不相信你啊，姑姑你明不明白，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硬来的，不可以勉强呢。错，因为感情是可以的，虽然你们是少了一张结婚证书，可是请吃喜酒就如假包换，锦上添花。不行啊，我装的再像有什么用啊？博高始终不是我的老公啊。男人是一种很容易投入角色的动物，只要这出戏剧情逼真，他一投入角色的时候，你就不可以，我不可以骗我爸爸妈妈。你考虑清楚了吗？我考虑得很清楚了。我再给你1分钟，好好的考虑。好，1分钟。可是你要换衣服。换衣服？没一个女人可以抗拒得了穿挂裙的魔力。丁丁，我曹伯高今生只有丁丁你一个妻子，绝不有意，如有为事天诛地灭。伯高。丁丁。1分钟时间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做人一定要有始有终的，演戏当然要演全套了。哎，你不要老是看着地上，那眼睛看前面呢。对了。哎呀哎呀，喂，哎呀，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哎，没关系啊，再来。蹦恰恰蹦恰蹦恰恰蹦，告诉你不要看脚了，是看前面嘛。哎呀哈，哎呀，对不起啊。没关系啊。哎，对不起啊，修哥。哎，不好意思。哎，没关系，歇会儿就没事了。嘿呀，
不要骗自己了，有200磅重，连着踩几脚，歇一会儿没事。喂，你够了，修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低头就会跳得乱七八糟的。哦，所有初学的学生通常都有这个毛病的。看看这个仪器能不能帮你。这是什么？助听器。你戴到耳朵上就知道了。怎么样？你现在把硬币拿给我看。哦。哎呦，怎么会这样啊？你看看你啊，整天待在餐厅里面，这是新科技呀、啊，专门为初学跳舞的人设计的，那改掉他们低头啊、看脚的毛病。哦。哎，我来吧。行了，不过你平常要记着带着练习啊。嗯。汉堡牛排，请慢用啊。这里也一样，也是汉堡牛排，请慢用。嘿嘿，请你过来一下啊，给我歇歇。啊，好，先生，想吃什么啊？我要龙虾汤。好。龙虾汤，还有呢？还有白俊慧龙利。白俊慧龙利，行，没有了吧？马上给你做啊。喂，哎，等一下。什么事？我知道我穿得很寒酸。可是你也不要那么现实，给我脸色看呢、啊！我有钱付账的。没有啊，我怎么敢给你脸色看呢、啊？还说没有啊？你写单子那么久，有没有低头看过我一眼呢？啊！哎呀，你的眼睛是不是长在额头上？哎，别误会，别误会。好，那么我这样，你的气消了没有啊？神经病！哎，我快走，快走。哎，先生，飞姨，飞姨，你没事吧？哎姨。飞姨，谁有飞姨厉害？飞姨怎么厉害？她为了学跳舞，连客人也赶跑了。你说飞姨厉不厉害？飞姨再厉害也没你厉害啊，师傅。是吗？为什么？飞姨是为了学跳舞把客人赶跑了，可是你不是啊，你是没理由也能搞大师叔的肚子啊。你说你是不是最厉害？第18届香港舞蹈比赛初赛现在正式开始。Tengo un corazón que madruga donde quiera.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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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Y que este corazón se desnuda de impaciencia ante tu voz. Pobre corazón que no atrapa su cordura.Quisiera ser un mes para tocar mi nariz en tu pecera y hacer burbujas de amor por donde quiera. Oh, pasa la noche en vela, mojado en ti un pez para bordar de corales tu cintura.Y hacerse nuevas de amor bajo la luna. Oh, 没事没事。Saciar esta locura mojado en ti.
肥姨好棒，肥姨好棒。你跳得好棒啊，跳得好，好，好，一定赢。太好了。结果已经出来了，以下念出来的组合可以继续下星期的决赛。13号，17号，18号，5号，15号，22号。妈妈，还有机会，会有的。最后一组是8号。太棒了！妈妈，你刚才跳舞跳得真好啊，好的连我都不敢相信了。那当然了，妈妈还有很多花式没出呢，好棒啊！我刚才差点拉不住你，我还以为完了呢。这啊，肥姨辛苦了那么久，终于有了回报了。这样吧，东主游戏今天休息一天。好棒啊！好棒，小事吧，好棒，好棒。爸爸，记得把制服洗干净，美味园的厨房等着你的。喂，你看你真是，我们还是走吧。该咸不咸，该甜不甜，这是人吃的吗？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叫厨房重新做吧，保证你一定满意啊！快点呐啊！对不起啊。小弟弟，几个人啊？小姐，我是1964年1月13日出生的，今年33岁，不管身高体型都已经发育完成，里里外外都熟透了的男人，还叫小弟弟啊？那大男人几个人啊？我来找你们大厨长毛。长毛？哎呀，头发长长的，满脸胡子，有点像麻原彰晃。哦，田师傅是不是啊？田师傅，他去买货了，你坐一下等他吧。哦。啊，乖乖乖乖。哎，你也养鸡啊，大块头？哎，别提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养鸡不到2岁就死了。哎呀，这种鸡很容易死的，拉屎不清理会死，不念书也会死。坐下来研究。好好好好，这只鸡很难养的，你看。大熊。来了，飞姨。这叫什么餐厅呢？煮这么难吃的东西给客人吃，我家那只狗也不要吃啊。太过分了。食物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我们的生命能够维持下去全靠食物，所以食物根本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不管他有多难干，我们也需要尊重食物。请你立刻跟这盘炒饭道歉。对不起喽，不够诚意，饭还在冒气呢。对不起，炒饭。好，现在请你充满感情的吃了它。什么事这么吵？哎呀哎呀，爽爽，你怎么在这儿？喂，他们好像认识的样子。对呀、啊。哎呀，爽爽爽爽，哎呀，你干什么呀？放手，我的手快被你拉断了。你干嘛？我看到你太高兴了，师傅，我把你拉出来，因为太阳底下看到你的样子更清楚了吗？爽爽，想不到你这么关心师傅。这样吧，等我有空去加几照片，给你放在皮夹子里，时时刻刻都能看到我了，好不好？好，那最好了。师傅，你怎么突然跑回香港来了？因为师傅当了法国童军总会世界之旅的货头总顾问，第一站是香港，所以顺便回来看看你们师兄妹了。长毛呢？我觉得你这个童军造型好帅气啊。是吗？这是资深童军造型。哎，你师兄呢？可是我觉得你的帽子好像是大了一点。你师兄呢？
师兄他。他。他。哎呀，进去等他吧。啊，不，你等不到他了。为什么？他已经失踪半年了，没有他的消息，我看他是凶多吉少了。啊！阴山他死了，没十成也有九成半了，我看他已经被人毁尸灭迹了。为什么会这样？阴山这个人没什么，只不过是有点土土的，窝窝囊囊，加上好色。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场呢？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他说自己叫什么田未吉。等等。为什么死了？我的小鸡为什么死了？小鸡呀、啊，你醒醒啊！你别扔下我一个呀！师傅，醒醒啊！爽爽，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了。我住在童军总会，你有事才来找我。你喝不了的，这口我替你喝了。是在那偶遇的当天，偷偷看你红透了面，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我美梦已出现。含情细诉我心中的爱意，轻轻说这么巧，怀里心事。嗨，这么巧啊！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那快乐记心窝。阳光，你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那份爱灼热我心内。难忘是在那快乐一息间，低声说笑，沉醉浪漫，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那快乐记心窝。小弟弟，你没事吧？你将痴心亮起，唉，快把脸擦擦吧。我那份爱灼热我心内。美味园，我居然会穿帮，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赶快溜了，要不然等师兄见到师傅就糟了，完蛋了，完蛋了！哎，拿着箱子去哪里啊？师兄，我已经订了机票，今天我们就去法国拜师傅。啊？怎么走得这么急呀、啊？就是啊，你不是怕小吉不能坐飞机吗？对呀、啊。师兄，干嘛？师父昨天晚上托梦给我，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师重道这四个字。我想了一个晚上，师父对我们恩重如山，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磕个头上柱香。你说的对，可是小吉……哎，你放心吧，小吉会听话的。是啊，师父，美味园就交给我吧，你放心去拜师公吧。可是我要跟肥姨说一声啊。那你快去快回吧。那走吧。什么？你要去法国一个星期？不错，虽然我是在外国学厨的，可是我仍然保留中国优良传统的美德，就是尊师重道。飞姨，我一拜祭完师傅就马上赶回来。那小丁一个搞不搞得定厨房啊？放心吧，小丁跟了我那么久，不要说一个美味园的厨房，就算十个也搞得定。哎，对了，昨天有个童子军呢，他人有三急。
等我出来再说下一句。哦，喂喂，厕所的灯有点毛病啊。哎，滕子君，你今天又来找人啊？今天是来等人的。等人？你等什么人啊？我不知道啊。哼，你不知道等什么人，那你还说等人？就是啊，我没时间解释给你们听啊，请你给我一杯冰水，然后就不用管我，当我隐形就行了。哼，糟了！喂，你干什么？人有三急，把我盯在门口。喂喂喂，厕所的灯有点毛病啊！你妈妈去改嫁，嫁了个红头阿三，生了一个小红头，屁股有块疤。神奇大地穿了个洞，三位中心战士，有个放屁，有个马脸，有个老子就快死。鬼啊！正到飞啊！好好味啊！冇得顶啊！平平淡淡日日亦都怪，想花心思于每一餐。即使意兴阑珊也罢，食得美味会渐觉开怀。无谓日日夜夜感叹，几多哀伤暂时忘了吧。天天也有甜酸苦辣，如若有你探下我，我会看到最美的星晚。谁言欲壁令人动心，妈妈妈妈咪呀，勾起一些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在乎内心，试过试过这美美静静一。